恒大 VS 国安首发，六大外援死磕，暴力鸟 VS 傲骨天王山战一触即发。北京时间9月14日，在中超第22轮的较量中，广州恒大坐镇主场迎战北京国安。赛前双方首发阵容出炉， CCTV5 视频直播，今日头条图文直播。比赛19比35开球，恒大此前9轮8胜1负，排名积分榜的第三名，国安此前10轮7胜2平1负，以45分领跑积分榜，比恒大多出3个积分。双方本赛季的第7轮交手，国安坐镇主场，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，最后阶段连追2球，战成2到2的平局。恒大以53球排在进攻榜的第二位，而国安则是以54球成为进球最多的球队，而且两队都极为依赖外援。国安的外援进球达到了41粒，而恒大也高达40粒。保利尼奥和奥古斯托两名巴西国脚又是双方阵中的头牌。广州恒大首发阵容，门将19曾诚，后卫3梅芳，5张林鹏，6冯潇霆，25邹正，中场10郑智，9保利尼奥，11高拉特，24塔利斯卡，33中一号 U23 前锋，29高林替补，2廖立生，16黄国文，17杨立瑜 U23 21张成林，23邓涵文 U23 27郑龙，32刘殿座。北京国安首发阵容，门将25郭全博 U23 后卫3于洋，15刘欢，18金泰妍，24张宇，中场5奥古斯托，6池中国，10张希哲，23比埃拉前锋，17巴坎布，29巴顿 U23 替补，1侯森，7维士豪 U23 8普成，19于大宝，20王子明 U23 26吕鹏，28江涛